不要跑，过来。短了，是短了，这件还蛮有特色哦。这那件短，这件应该也短，款式一样的，再找一下。看一下有没有长一点的。他说没有码了，他这个卖的好都没有码。找不到爸爸怎么办呢？找警察。找警察。嗯。哎呦，厉害哦。这件会不会厚了一点？哎呀，好多毛细塞进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这件漂亮哦。啊？这件可以啊。厚的嘛，宽的嘛。好的嘛。跟你讲好了，去仪容帽那里好多的。啊。好的，这个都是小孩的，因为他已经上初中了，嗯，然后这里好多都是小学内的，但是那边那些呢又太成熟了，又不适合他。这里呢最大码就是加大的，以后感觉又短了一点，那个款式好像又没有那么洋气。现在读初中了，要穿洋气一点的衣服。火锅最爽了，来点金针菇。啊？我现在买一点这个打火锅配菜呀。那这么先买的，我要你大码多。买一点吧。金针菇打火锅最好吃了。几多钱啊？条？十蚊。嗰啲十蚊系吧？廿蚊。嗰啲十蚊，嗰啲廿蚊啊？嗰啲几多斤重噶？2斤0重。两个人，都愿意点埋？15蚊。15蚊系吧？五蚊。哇，好快啊！佢咧系自己整噶嘛？自己整啊，手工炸个系吧？自己炸噶。哦。对，手工切，手工炸。手工整个系吧？啊，全手工。5蚊纸系吧？我哋。5蚊。好，多谢晒。5块钱。可以了，先吃了先啊，剩点米粉。这个陈小工做的哦，这个米粉哦，哎，刚哥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你们玩很好吃，来，小凤，我这还没有吃完，补一下身体。这个羊肉全在这里了，是吧？是啊。你不是说买了半只羊吗？哪里，两斤。买两斤羊，我以为我要开听你在电话说买了半斤羊了。那老板说。哦，
我还以为是你说买了半斤羊呢。高了，还好我没有叫我的姐妹来，叫我姐妹来就不够吃了。他们慢点，要配菜。要什么你说就行了，不要讲价。阿牛哥喜欢吃甘蔗，来，阿牛哥喜欢吃甘蔗。那个，你要多少甘蔗？你看这个甘蔗全部盛完给你了。不要给那么多了，喝点汤，这个汤是最有营养的。来，喝点汤。最有营养是汤，我们多喝点汤，等光哥多吃点肉。嗯，好吃的哈喇包来点。嗯，他们会讲，够吗？这里有几颗这个野菜包啊，长得好漂亮哦！我上，那祭司怎么背的？怎么背的？哎呦！会追人的。扎扎想就翻一下它，等它那个油啊，差不多，等它出一点油。哪家吃？这家是那家？牛啊！哇，这是光哥的最爱哦，光哥。花生饼。这也是我们桂平的一个特产。这是。给钱。那给点我试一下嘛。不要吃太多，热。是花生饼吗？要点三斤吗？要点三斤吗？我要一个素粉就可以了。我要不久。三斤半了吗？好了，我帮你出了吧。我自己出也行啊。几蚊另外个话？我呢啲六蚊。你另外几啊？六蚊诶，几三蚊？咁我俾六蚊呀？你要买嗰啲十蚊啊？我都未够开。啊，我帮你计啦。放腐竹粉啊，腐竹粉好吃哦。现在我们吃的这一个呢，就是腐竹粉。腐竹粉呢，是我们的一个最爱。油炸过的最好吃。这个是用油炸的。腐竹呢，它的蛋，它的主要是用黄豆做的，蛋白质比较高。